比较低收听率的，我们不要持续。哈哈哈哈哈。你的清理双鱼。Okay, one, two, three. 希望你们可以
你自己。这部电影我觉得夺走了很多人的第一次吧，就是第一次上大荧幕的庄一心杰和林，然后我们马上就要欢迎他们来到台上。事不宜迟，我们先有请我们的导演Joyce Lee 来到台上，接着我们的演员们就有四月草，还有 Ferlyn， 另外呢也有 Jeffrey， 再来就是 Aloysius， 还有 Jordan 以及 Joshua， 耶、yeah, ！所以这一次是在电影里演反派，是容易吗？来给我们你最狠的眼神。我其实不用吧，我看起来蛮狠的吧。所以导演才选你是吗？应该是。没有了，没有。好啊，这看起来是 OK 的，但是谢谢谢谢。可能就是在电影里头就是要下这个狠的眼神啦，哈。啊，对。对，我们就期待着了。为什么要拍那个年轻人电影？因为我觉得年轻人要拍年轻人的电影。导演很年轻。差不多了，他是在说我。好，那这时候呢，有请这个演员来记得这样自我介绍，还有分享一下你的角色，好吗？我们先从四叶草开始。大家好，我是Joyce四叶草，然后我在戏里饰演的角色是 One and Only 一位女生。我在戏里面演的是 Yumi， 然后我是反派。在戏里面每次出现都会有不一样的服装、不一样的造型，所以我希望你们可以注意到我，谢谢。好，那另外辉哥，大家好，我是辉哥。啊！有。哎，玩过嘞，玩过，是我没有花。大家好，我是辉哥。啊！玩过。有要死我！有特别一把声音是非常响亮。是 ，OK， 大家好，我是威哥。